江总，你们总算来了，出大事儿了！怎么了？快去会议室，斯特拉他们在等着你们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太过分了吧！你们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有一件大事，你们俩是不是忘记跟我们交代一下了？ 对不起啊，因为这个事儿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，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。正好借着这个机会，我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和江达林在一起了。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祝福。江总，本来你和李总就已经是 DL 的最大股东。 现在再算上魏哲这份，我们几个人的股份加起来都没有你们多，那以后 DL 是不是就是你们一家子人说了算了？你们能不能在一起，是不是应该先跟我们打个招呼？是不是应该征得我们的批准？这是不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？放下股份暂时不说 ，DL 一直都是合伙人制的，在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，都是需要所有合伙人一起表决的。现在你们两个人。 确定了恋爱关系，那将来再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需要表决的时候，魏晨你、江总、李总就占了三票，我们三个人的表决基本上就失去了意义。根据公司的制度，中高层以上的员工，如果在公司内部谈恋爱或者结婚，原则上要采取回避制度。我们是这么要求员工的，到了你们俩，总不能破坏制度吧？ 我再说一次对不起，既然是制度，我肯定会遵守。我可以不当这个合伙人了，我的股份你们几个人平分。我也非常理解你们的立场，但是，我是不会因为这个放弃我和江达林的感情的。你先等一下，哦，能不能听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？不用解释，如果你们还不满意。 我可以干脆走人。我回去继续当我的独立公关人，当然，只要你们不怕我抢了你们的生意就行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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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根据公司制度，魏哲是可以走人的。但是世上每一段真挚的感情，都应该获得祝福。这世上没有不能改变的法则，但却有不可动摇的爱情。基于魏哲进入 DL 之后为公司做出的贡献，我们几个合伙人商议决定，同意你们两个人谈恋爱。刚进 DL 的时候，真的是抱着救世主的心态去的，想要去帮助你，帮助你的父亲。但谁想到，是你拯救了我。你不仅改变了我，还改变了魏哲法则。谢谢你。
你知道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都偷偷在背后叫你暴君。不是霸王龙吗？其实我早就爱上你了。你陪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，帮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，以至于我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都第一个就想到你。我以为我只是依赖你，直到廖明涛他们几个把你绑起来的那一天，我才知道不是这样的。我从来没有那么担心过一个人。我一想到他们有可能会伤害到你，不知道会对你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真的就觉得我一定要不顾一切找到你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哪怕是死在一起我都愿意。正是那一刻，我才知道我爱上你了。这几天一直都不理我，弄得我特别心慌。我想，你不会又躲起来了吧？不管了，我一定要找到你，问个清楚，问你要不要做我的男朋友。哪怕是你拒绝我了，那也是死个明白啊。这么浪漫的事情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就是一下子从地狱到了天堂。谢谢。麦哲，以后我不会让你再孤单下去了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一直一直陪着你的。